雪莉和允儿的合照让所有的韩饭们炸了锅，大家纷纷在底下留言到底是谁更美，甚至很多网友在底下都吵翻天了，路人们纷纷表示雪莉更美，允儿的粉丝却不乐意了，雪莉穿成这样心机满满还是允儿更美？那么问题来了，雪莉到底美在哪里？为什么看起来清纯又性感呢？首先，皮肤白的人给人一种比较乖巧的感觉，俗话说得好，一白遮十丑，崔雪莉是冷光皮，天生自带炫白光环，白到发光真的算是女神必备的体质，这种人总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谁跟她合照都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，所以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照相的时候还是要离这种人远一点。其次，雪莉是典型的眼睛细长，眼睛整体偏长，但是又不是那种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就给了人一种太美的感觉。而且雪莉的眼距也很宽，国内眼距宽的女星有倪妮、舒淇和林允，这么一想是不是都是妩媚风格的呢？而崔雪莉的眼睛形状有一点轻度下垂，这种眼睛给人感觉比较温柔，虽然性感，但是又不像桃花眼那么妩媚，攻击性强，有点像周冬雨的眼睛，又透露着一股清纯劲儿。权志龙的绯闻女友小松太奈给人的感觉也是性感又清纯，个性十足。不过比起来，小松太奈的肤色不如崔雪莉，脸上也很多痣，完全被肤白貌美的崔雪莉吊打了好吗？虽然雪莉的长相属于清纯乖巧的一挂，但是厚厚的嘴唇给她增添不少风韵，饱满的嘴唇给人一种比较性感的感觉，笑起来上扬的嘴角配合微微下垂的眼睛，也让她别有一番风味。再者，雪莉被人认为清纯的关键还有她的大卧蚕，让本来就有轻微下垂的眼睛更显无辜。当然，要想长得美让大家喜欢，标准的鹅蛋脸和小巧的鼻子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而这些崔雪莉通通具备。崔雪莉是典型的月亮天蝎，自带冷光体质，清纯和性感在她的身上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虽然放飞自我惹争议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，崔雪莉都是美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资讯，欢迎留言转发以及吐槽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喜欢我就关注我吧。